越南春卷皮搭配蔬果做成的蔬果卷，再沾上利用天然柠檬、荆棘和百香果所做成的酱汁，一口咬在嘴里，有着清脆的口感和满嘴的酸甜滋味。这就是赖廖秀软的拿手料理。他不但自己种蔬菜，也酿造酱油，用自己的一双手守护家人的饮食健康哦。现在轻松派，给光 day 来来，哎，我们欢迎我们这一位很会做资源回收，也很会种菜的秀软师姐，你好，水你好，哦，你没有跟亲爱的亲爱的大爱。观众大家好，嘿，好可爱哟、哦！哇，我们这位秀人师姐，我说她很会做环保，那是做资源回收。你都想不到她做资源回收的年资哈、哦、有多久？请问恁兜做资源回收有几年啊？阮厝遐因就伫做，但是我记敢那五十几年。等一下呢，我们就要请师姐跟我们分享这五十几年哦，台湾的资源回收哦，一直到。实际推动这个清净在源头之后，到现在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呢一家己骄傲种菜，所以他今天要用他种的菜然后来跟我们做料理。请问你今天要做什么料理？水果卷。水果卷，好，那我们先请大家看一下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越南蔬果卷材料有大陆妹一朵、越南春卷皮四张、苹果一颗、红龙果一颗、小黄瓜两条、山药。调味料有新鲜柠檬和百香果各一颗、新鲜荆棘六颗、酱油十克、紫苏酱二十克。请问这山药是你自己种的吗？山药不是。哦，还好。他说你自己现在是现在在种菜是吧？嗯，他种什么有机蔬菜哦？嘿，有机米啦。你家还有米哦？种米，就是都种有机的。宜兰的米吼、是很有名，很好吃呢，对吧？对、因为是怎样，是宜兰的水比较好是吧？宜兰的水质有较好，水质有较好，所以种米种菜东西较好食，对不？对啊。嘿，所以讲哦，在宜兰这么好的地方，那是无种有机的就怕生。怕生对。嗯。啊，不过这款人落药啊，全足重。有影讲无全药啊，种袂起来。是安怎种袂起来？啊，伊就是迄个观念啊，咱人的观念就是安尼啊。但是你种会起来，对不？对啊。诶，有影讲，恁安尼，我讲我唔免全药，阮大较输。换药啊，搁换除草剂，迄上严重。哈，除草剂除下去，将来这个比有农药还够厉害，对吧？对。因为那个连土都死掉了，哈。好，再来切什么？苹果。切苹果，好。苹果要不要切好？要不要泡在盐水里面？细只就好啊。啊，你是当时开始种迄个有机蔬菜？嗯，阮早囝去日本读册。啊，倒来就甲因爸爸讲，爸爸，咱来种有机米，咱无种种这落迄落啊农药的。伊是读啥物？农业的。研究农业的，伊的有机拢甲拢伫遐倒来。所以他特别去日本学的哦。不乖，所以他有这个观念。啊，安尼有几年啊？恁早囝倒来十一年啊。哇，也有十一年了哈，所以讲你看，你这十一年哈，无抓药啊，无抓什么除草剂，嘛是赶快安尼水水愈种愈水，对不？对啊，对啊，伊那个糖浆一定会，无可能拢袂。对啊，因过拄种的时候，菜真歹，啊，拢吼，阮查某囝开始种，我以前种是无啥抓药，是温啊有抓，啊，但是我就安尼定来伫想，想讲。咱咱当时会当卖种这个怎会农药的，啊卖下迄个化学肥料的啊。好，你较早都有安尼想对不？啊，甲阮查某囝去读册倒来啊，拄啊好。所以讲吼，你讲较早吼，种起来是较歹，是安怎是较歹？以前种起来伊唔就是拢爱靠怎药啊？对，来维持。即嘛唔免啊。嘿，即嘛就是咱的。今晚来切小黄瓜好。啊，后来是安怎改善的？后来就是
阮迄个查某囝转来了后，就种米，种米种落就开始就换，就讲咱换一只块来种菜。种菜安尼菜有较水无？拄头啊真歹，真歹是外歹，拢歪歪歪。伊迄算讲，咱吼，哎是伊人人讲话，歪歪歪。系啊，咱拄头啊像安那讲话歪歪，咱吼，有机会啊，你着肥料我嘛拢家做呀，无经过别人的。哦，你都是家己做的有机肥料嘿，哈。啊，后来是等几年就变较水啊。第二年就改善啦。第二年就改善咯，都袂歪歪歪。所以讲吼，这唔是无可能啦，就是讲头几年。爱靠咱家己去克服去，无赚钱无要紧。无赚钱无要紧，但是即马爱食身体方健康肯定。啊，但是即马的人吼，就讲较有观念啦，就讲啊在爱一定爱找迄个有机的，无农药的哈，或者是安全的无毒蔬菜水果。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不改善的话，哈，永远都没有机会嘛，对吧？哈，嗯，对。好，安尼好，十一年下来。你食的菜都嘛是恁家己种的，家己啊，请问你，这个蔬菜卷、蔬菜水果卷，都几行是你家己种的？小黄瓜嘛，敢不是？小黄瓜，今嘛是。啊，够多。小黄瓜是你种的？家己种的。嘿，大家看到没有？这小黄瓜漂不漂亮？亮亮的，油油的，亮亮的。你外口买来小黄瓜吃吼，皮较嫩。啊，阮这小黄瓜脆，你这拄啊那个。我来吃一个好不？好，迄个硬者，皮较脆。脆。嗯。袂像外口食的皮嫩嫩，外口的小黄瓜食起来皮嫩嫩。有没有听到声音？再咬一口。嗯，可可可，它的皮很薄很脆。嗯，都袂安。哦，跟外面买的不一样。好，那所以说哈，我们真的要维持一个很干净的环境哈，那要靠大家一起来合作，对不对？嗯。然后这个嘛是你种的。对，这嘛拢家己，这阮啊查某囝就拢种这啊。我们早间一半顿来就拢食食食，拢食有机。哦，漂亮漂亮！这安尼有赚钱啊？开始有赚钱啊？开始无啥赚钱。今嘛有赚钱？今嘛有啦，今嘛拢有机店来代表有机店，知影？来批来提去。你看，专门我们在台北买也是专门去选那个宜兰有机蔬菜，我们才会买哈。好，这个我们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安尼切好啊，阿哥有切切切切，哇，好。这个是红龙果，对不对？火龙果，火龙果，哦，这是，这是我最爱是红色，我最喜欢这个红色的了。哎呀，漂亮啊！这嘛爱谢谢哈，哇，你看这个颜色多么的美丽，但是这红龙果袂当加这坑这会，对不？嘿，它会把那个其他的蔬菜通通染成红红的。我的家己伫阮兜吼，这嘛是都做肥啊，做有机肥，把它这个不可以丢掉哈，这个都是宝贝哦。像门里的有机肥嘛是用家己的什么什么蔬菜水果啊，家己的迄落草坑、草坑、米坑、米坑，人要分拢无啥好，人拢家己做一落去做。做肥料对不对？做肥料。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家里面每次啊烧菜的时候啊，一定会那个旁边的叶子啊，还有菜心啊、果皮啊，通通不要丢掉，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有机堆肥哈。黑马甲干单不困难嘛，对吧？不困难啊。哦，好爱吃这个，我今天有水果大餐可以吃了，我开心哦。好，好看见。这个就是最后才要切，因为它会把其他的颜色染起来，对不对？好，现在我们就要注意看了，这东西不是塑胶片哦，这是粉啊，粉啊都会做的，这款的。超级市场又叫做越南粉皮，哈，好，然后呢，来我们给大家看，就是这样子，用水一点点水，稍微泡一下。一点别都弄起啊，对吧？好，来，好，这样子就可以开始炖啊，对吧？好，来，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哈。
然后卷这个简单够好吃，简单够好吃。我们自己在家里呢，都把这类蔬菜呢全部切切切好，切好之后呢，就把它包起来，然后还要生菜对吧？来，生菜上后边，上后边，今嘛面哈，都是只要卷卷这些蔬果就好了。好，但呢生菜是放对，生菜，生菜再包在这个顶面。好，我来提生菜给你，好不好？你看有没有很？我们这个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大爱农场，在这个乡下的地方，就是要这样嘛，一大盆看起来才感觉上，你看很有田园风味，对不对？哦，你看好过瘾，哎、欸，这里种的呢，哦，就水呢。这个哈、哦，真正给大家看健康的蔬菜就是要这个样子，我们吃的时候就是要这个样子吃哈。好，那这样子卷好了之后呢，请问我吃的时候是按那的，爱搁创料，什么料？爱搁我爱搁做料料落去混。这样子哦，意思就是讲这个还不能吃。爱搁料，爱搁个。好。那等一下，无我遐有创好诶，你先食看卖。无紧啦，都爱表演给大家看啦。好，好，等一下呢，我们就是这样子沾那个料吃。欸，请问吼，我若是不沾料的话，不沾料就安尼食嘛，就好吃。嘛是就好吃，是叫做迄、那个那个原味啊，原味可口，可口的原味，对不对？对。好，然后呢？这个卷起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蘸料。我先吃一口原味，好不好？好。哦，然后来吃看看。那个所有蔬菜的味道，全部都吃得到里面。你看后面，苹果啊、小黄瓜呀、啊、山药跟那个红龙果的味道。哎，懂得吃原味的人才叫做。内行的呀、啊，对吧？做一个无同款方食看。这是阮家一定来做来食。哎，这个那是做来定吼，准备这料拢准备好啊，随时吼，更多来加嘞，对吧？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请我们的秀兰师姐来教我们怎么做那个。有宜兰风味的那个蘸料，好吧？这有宜兰风味的哦，注意看哦，哈。好，现在柠檬切一半，然后给它压下去。OK， 好。哦，呵呵这个柠檬，这柠檬不是你自己剪，什么？很棒的，什么？你来这很棒的呢？什么？很棒的柠檬。这拢很慢的呢，这你家己种的呀、啊？对啊。啊，这真是。这几样嘛，家己种的。这几样一定是啊，这是宜兰特产啊。对啊。哦，非常棒的柠檬汁哈。好，哎，你五十年前哈开始做迄个资源回收，今嘛迄个资源回收厂很大了嘛，对吧？对。好，然后呢，这个咱较早的台湾人做迄个回收，甲今嘛有啥物无共？差足济，差啥物？啥物？比如讲，啥物？啥物？以前吼，无回，无咱上任无落去回收，无安尼。无迄个做宣导教育，嘿，无的是哦，哇，满世界嘛拢全是的。啊，但是你是讲边啊，啥物路边，满世界嘛拢是包透明啥，逐项嘛有啦。大家就是随手丢，嘿，迄拢是就有价值的物件，抓帮啊，啥物对吧？以前阮师兄伫做这个时，阮就安尼做，啊，就人就看阮进步。Q 粪扫，对，较早都是讲 Q 粪扫，人看进步，嘿，对，啊，人啊，什么花啊，胖点也要砍倒啊，你安尼就对。啊，那是种就无奈，但是你的师兄很有远见，哦，后来领导的迄个资源回收愈做愈大，愈做愈大，对不？啊，那个就变成是一个大厂了。今嘛，咱都有迄个教育。但是我讲，恁拢爱整理好，阮才甲恁做。对，那就是上员工诶，亲近在源头。譬如讲，咱迄个喝的饮料无，放迄个豆浆诶，迄个杯子啊，啊都爱洗洗，对，洗清气。因迄是无洗，无洗吼。
无说伊伊都摕来，无说伊摕来，伊都伊即马咱有袋啊，互伊袋一袋一袋，咱伊拢有甲咱摕袋啊去袋。啊，所以讲你意思意思是讲较早无教育吼，啊看无起迄个资源回收的人，哈，啊即马有迄个推动环保教育哈，咱台湾的现在资源回收环保教育是做到就好诶，因为安尼上年头一直讲爱从环保做起嘛，对啊，你看哈，这个是以前拢别人拢无爱诶，你也无阮上人的智慧。来做这个环保，恁大家敢有迄个智慧来做这个环保？上人的智慧带动大家要做环保，主要就是爱护咱的地球，较清净。清净啦，咱上人目的是要救咱的地球啦。嘿，不是要是要钱啦，哈。好，家己做的导游。什么？你当导游都？你该问一下。你含豆油拢家己做，我拢豆啊嘛家己种的，拢亲手种，亲手炒。豆啊嘛家己。无买有机的，拢有机的，无你创迄落迄落外口的豆啊。哦，真正回甘，回甘呢。拢家己做。好，好，然后这爱啃豆油啊。就输了一点点就好。一点点就好了，是不是？所以说，你的意思就是讲，我刚刚吃的这个。来。好，你是说，好，这个罐子可以。这是紫苏梅，紫苏梅那个豆汁会，紫苏梅。紫苏梅。紫苏梅就会创酱料。你这多啊，就是这。啊，今嘛就是酱，爱创蓝紫苏梅了。啊，一定爱蓝紫苏梅对吧？然后呢，就把它放在这里面。安尼我来食看麦，甲拄啊有啥物无共无？来，哦，来哟、哦，看看是不是有宜兰的味道啊？嗯，嗯，食食目睭拢金起来，拢袂爱困。金起来啊，金起来！啊，就是要学宜兰人讲话，真好食，真好食。感恩哦，越南蔬果卷做法是：山药、苹果和小黄瓜切成长条状，红龙果去皮切成长条状。越南春卷皮用水泡软之后，放入小黄瓜、苹果、山药和红龙果，包好之后再用大陆妹的叶子卷好。新鲜的柠檬和荆棘榨汁，然后再加入百香果汁、酱油、紫苏梅酱拌匀成为酱汁。包好的越南蔬果卷沾上酱汁就可以吃了。大家好，今天特派员关嘉玉啊，带大家来到了罗东中山公园周边的罗东观光夜市，这边集结了很多的摊贩，非常的热闹啊，而且啊，这边卖的小吃啊，秀够家了，而且在附近啊，也有一家这素食店啊，它的特色呢，就是有一道道热炒一百之类的料理，很有夜市的风格啊。我们一般人啊，在印象当中啊，热炒一百啊，几乎都是荤食的。但是素食的热炒一百是什么滋味呢？我怎么就带您来去品尝一下。看网络啊，网络有介绍、啊，就是他有拍出啊，我们觉得好像错字的感觉，所以才过来。可是他是素的，你知道吗？知道啊，知道啊，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吃素啊，过来尝尝看这样子，觉得还不错，还蛮好吃的，那味道还蛮重的。这家位在罗东夜市旁的素食餐馆，菜单种类很多，有饭食系列、面食系列和现炒系列。但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们的热炒品项啦，大火快炒，很有热炒店中那种热腾腾上菜的温度感耶。我最当然是快炒，主动其实它是很快乐的事情，炒很平凡的青菜啊，很平凡的豆干啊，炒出来就是不一样，就是火候的控制。因为我们从小吃，我觉得最好吃的是青菜它原本的味道，那我们只是帮原本的菜再加一点点重一点点的味道。从小就素食的夫妻俩，为了女儿的教育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罗东啊，一切从零开始，
但是热炒的料理手艺实在是太突出了呢，也太美味了。经过5年的时间淬炼啊，如今脚步是越站越稳了。其实现炒的感觉啊，就像是我们去上餐馆一样，我们就是在这边 stand by 为大家服务。然后他们很愿意等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很热腾腾，而且好吃。选用当地当天现采的时蔬，大火快炒，锁住每种食材的味道，然后搭配稍微重一点的调味，这样的设计让许多平日大鱼大肉的荤食者也赞誉有加，饿了盖大鸡呢，素食者也是回味无穷。辣的，像我们最近就在推那个泰式麻婆，然后因为我们本身都喜欢吃辣，泰式麻婆还有咖喱类的南洋咖喱，我们不是像日本的味道是甜甜或酸酸的，不是，所以它那个味道会比较重。不只是南洋咖喱风味特别哦，泰式麻婆也打破了麻婆豆腐既有的四川麻辣口感印象，融入泰式酸辣的口味，让人的味蕾有了奇异美味的享受。而运用新鲜羊菇的九层素螺肉，以及用豆腐烧成的红烧狮子头，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天哪，我的口水哦都要流下来了。我有一个客人，他是特地每次每个礼拜都会从台北开车来吃我们家的狮子头，但是我们家狮子头不是每次都有，因为他很费工，他做到好，可能你第一道吃完了，他那一道是20分钟后才会出现，所以他就会要先打电话预定才能吃得到这一道菜。一般外面素食店快炒的话，都是没有口味，没有那么香味那么好啦，对，它煮起来就不会输给荤食的泰式的那种辣辣的，然后它口感很好，外面吃不到。咖喱也不错，咖喱因为它那个香味很浓郁，就是有点新香料的，它对身体有温补的效果。对，一来是我觉得它的碗盘它用的就是那种是叫陶瓷嘛，对，就是我觉得比较环保。对，那另一部分是我觉得老板跟老板娘他们跟客人的互动其实是还蛮好的，对，就是常常会有一些对话，然后他们的小孩常常会在这边游走，就是很家庭式的。嗯，做菜是练火候，我一直以为是那边，结果发现那个火是这里，当我这里会多是存下外财就拍假。在这边我学到很多，我脾气以前很差，可是这样一次磨练之后，我学会就是再忙还是要更加一个微笑。一盘盘色香味俱全的热炒，融入老板夫妻俩热情欢乐的能量，不但是温暖人的胃，更充满着满满的人情温度呢。原来啊，这料理好吃不只是食材鲜美哦，料理手艺精湛还要搭配上料理人的好心念。